我竟然也回来了。哎，要死了是不是？等一下。哎，要怎么办？跳？吹吗？跳上去吗？不是不是，按那个啊。啊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们要死到没东西了。啊，爬这个啦，跳起来爬这个。哦。我爬太慢了。天哪！是修哥吗？修哥，你这个爬，这个蠕动，你这个练过。修哥，你很会哦。修哥有练过。复活了，复活了。我说怕我等下都要死，为什么还要复活？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等等，先装备。我准备送上去了。我还掉下去了。我也掉下去。啊？好炸弹哎！等一下，我思考一下，好可怕、喔。我先上，你先上，我们怎么都没上去了？啊，来哟、喔！等下会有什么？有炸弹。这个是烫的、啊。对。那是炉子，然后我们过不去，是不是？还是走左边？走错边吗？有左边吗？好像没有左边哎。可以来让我们看一下吗？好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在左边吗？好像没有。有、那個、有吗？那个在掉的。好像有哎。那我们要我。谁跟我讲有左边的？谁？谁跟我说有左边？还要可以下来？啊、不行。那吹它呢？吹下面。有吗？啊，跳吧！我过来啦！你说跳到楼上吗？啊，你确定？我跳喽！等一下我跳一下位置。不行啊，那是贴纸哎，我一定会死！我跳喽！跳。行，行，我觉得不是。你要不要下来？小鸡往右跳。往右左，你先按叉叉。先按叉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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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往右跳，跳过来。左右，跳过去，然后往右走。他过来了！我刚刚是怎样？结果有路。我先走了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可以走了。我是被炸掉了吗？被炸掉嘞！那个猫会炸的。干什么？啊！那猫会爆炸哎！好可怕！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过了。哇，好难哦！这小朋友玩的吗？会玩到生气会哭吧，妈妈。这真的有点难。要跳框思考的框架。跳了。跳脱。要跳脱。要跳脱思考的框架。然后讲话。好难哦。嗯。话说你今天这是狗鼻子吗？猫。猫。牛。有。我很担心等一下擤鼻涕怎么办？都黑的。不会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对哦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这可以抓吗？不行。嗯，这边是不是有楼梯啊？往右走。往右走。要吹风机。然后嘞？跳起来，吸起来，吸起来。我怎么过来了？等一下。为什么没有装备？不对啊！跳上面吗？吸这个吗？哦，走过来啊！快过来！Hello！ 哇，小鸡，我们要被你弄死了！我们两个死了是吗？你们两个怎么没有啊？我好像没死哎！是啊。我死了，好，我发现了，怎么样玩就好啦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哇，小心啊，哥们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复活了，我也不用这么早复活呢，等一下还要再死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哇塞，什么？我还没搞定，我们刚刚是被一锅热汤洒出来吗？这是 boss 吗？天哪！看来他就是 boss， 这应该可以干嘛吧？快把人家打死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好可怕哦！
多可能。哦。等一下哦，你吹那边，我吹这边。有啊，我吹了。有吗？他把我砸死，那很没礼貌。哎，怎么打？有吗？有。哎，他吹这个可以干嘛？他到底是有没有在扣血啊？有有有，他会被那个。他一直在动我哎，炸弹！我们要再来一次吗？那个该下班吗？哦，帮补不会吹，不只会吹走东西，还可以把东西吸走。按住 L1 就对了。可我刚吹的那个按 L1 有要吸吗？难道他不是吹吗？吹动应该用吸的吧？真的吗 ？L1 吗？你确定？要重来了，走，够快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过不去？赶进度，等一下啊！走下来，走下来，然后踩这个。我为什么都过不去啊？Like every time！ 你看，这次不是我害死你哦，这是修哥哦。我还没走掉啊，我还在这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是修哥。我先死，我等一下在 boss 那边等你们。哦哦，你看我回来了。boss 咯 ，go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等一下哦，所以我要用 L1 弄右边那个 C， 我们一人一边。好。我在哪？我在中间了。等一下哦，哎，没礼貌呢。快快快，被降温了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哦。又死了，好快啊！另一边的，另一边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，哎、欸，他真的很没品哎。是啊，是好像不能干嘛？要降温。降温吗？啊，有吗？要躲他的手手。怎么躲他的手手？他说按好玩，按好玩，好玩。加热，加热。我是不是？然后他就会变红。等一下啊！两边都要，没错，好吧，右边右边，一起，手都可以跳，有吗？有吗？有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一直死哈？我已经死了，我讨厌，他一直打我，他很喜欢打我，哎，小心炸弹，小心炸弹，哎、欸，这你有没死光？小鸡加油，对啊，尽力了，吹左边，吹左边。这可以跳，这可以跳，可以跳过去。哦，这手脚并用哎，好难哦。小心小心。那他怎样会扣血？哦，他好像死哎。小心啊，炸弹。哦，错了。哦、差不多了吧，他也喷很久了。天哪，跳跳、着火跳，天哪，好难哦、喔、不行了，我尽力了，我觉得我活超久、好难的、活超久了。怎么？他怎么可以？我有吗？我有吗？跳少了、啊。等一下啊。好的， yeah. 应该就有扣血。怎么？他这样应该是扣血，然后就会喷东西给我们吃的。哦。哎呀，为什么都没有喷？火球别喷过来啊！啊。那边停止了，有吗？
我在喷吗？我都没有看到，为什么没有？啊！失败。啊！擦口血。有火球，有火球。这很像在游乐场。有火球，有火球。好像要打人了，是不是？干，我就知道。Oh my god！死了啦！好烫好烫好烫！这个怎么躲？这个好难，很难。哎，我有了！快过，要过，要过了，就过了。啊！终于六六六，好难哦，最后一关。轻轻松松啊！啊？我那个一个一开始一个屹立不摇，我一个人在那边坚持了多久，我就不想做了。我也是艰辛的过来啦。OK 的，哥哥，我们今天下班了吗？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大家要评价一下这款游戏吗？我觉得要很脑子要动很快，这款游戏必须要很多人玩比较好玩。对，而且要动很快。对，像我这种不聪明的人一起玩更好玩。对，就等你的。那你今天结尾啊？今天结尾吗？对，快点来。不，我觉得要给我们的修哥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感谢修哥，就让修哥来结尾吧。结尾是很重要的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电话 Q 我们下次再见哦，屁眼你来啊！好啦，很辛苦，辛苦了，好啦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